奖品的，拿到了两个大奖啊，两个小，心情应该很不赖的，很激动，很开心，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几年，然后大家一直不断的给我肯定，然后给我这样的鼓励哦，然后对我来说就是要不断的继续努力。因为今天真的好难得，又可以来分享，可以来到这边，然后又是五月的大台柱，这次的新专辑也好难得哦。因为我记得我去年那张专辑是在1月的时候发行的，所以呢这次也差不多过了有一个多，一年多了，快将近一年半了。是，对。那这张这个好难得专辑已经开始预购了，对，五月二号已经开始预购了，所以5月18号会跟大家正式见面。对，我很好奇问一下，叮当，你看啊，你一路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在上，就是刚出道嘛，就是担任这个五月天的师妹啦，然后站上了这个小巨蛋，后来在台大体育馆，去年也在小巨蛋开唱，对不对？是。那我很好奇的是，你每次这个面对迎接跟挑战，你都是那种很大胆的说好，我要往前冲，还是都是那种好，我想一下，好，然后我再全力以赴的那种？你是丁大胆还是丁没胆？丁大胆吗？会是丁大胆吗？因为其实我的个性就一直透露出那种比较男生或者比较倔强的那个不服输的那种精神。是，因为我其实从小我们家都把我当小男生养，然后小时候其实现在大家一直看到我是唱着情歌，然后长头发的这样的男生，只像我小时候我是这样。刚刚说他是丁大胆，我现在有点好奇，有点怀疑。那不如今天呢，既然来到黑暗联播网呢，你知道这个叮当刚刚说他是丁大胆，这样你知道吗？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咱们的综艺圈呢流行起玩起这个恐怖箱，你知道这什么恐怖箱吗？我好像有看到过类似这样，他是不是把眼睛蒙住了去摸东西？感觉你是没玩过，对不对？我们今天就你刚来到黑暗联播网，你也认识黑暗很久啦，知道我们都是玩真的，我完全不会客气的，你知道吗？大家都很疯狂，所以我们就来进行一个。这个非常恐怖的野兽恐怖箱，要把我吓到，赶快去赶飞机。你太坏了，来，我把蜘蛛先放在旁边。来，不可以看你，你只能看着你这个摄影大哥，好不好？轻一点哦。什么？轻一点。对，真的，因为真的很脆弱。他们真的很脆弱，他们真的很生气哦。这是什么？其实守卫下去的原因，现在其实很忐忑。对，我有点忐忑，真的有点忐忑。好，那我们就先说出第一样，然后你感觉一下它的触感。手想来，手再下去一点点，它有点深，有点深。活的吗？活的，活的。所以我说要轻一点。哎，我流汗了。你被吓到的东西吓到。对，你可能你手如果不轻一点，它会吓到。然后后面一点点，下面一点点，再后面一点点。后面一点点。不好意思。在右边。哇，走过来。来，大家指挥一下，指挥一下。右边一点，右边一点。我觉得我的好像人真的半年没有不知道
情况真的是被吓到，我现在身上都是汗。那你现在看到阿发先生这种感觉怎么样？我可以把他带回家吗？在这边呢，要预祝叮当在5月18号就要发行的全新第六张的个人专辑，好难得能够这个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啊！谢谢大家，非常的欢迎叮当来到 Hit Man 联播网，谢谢。